大家好，我是廖彩彤，我将代表行动党出镇 N42 柔佛在野选区。为什么我会参选？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爱马来西亚。那么我是道道地地的新山人，我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政策，我们的国家贪污腐败滥权，而且在新山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我希望可以借由我自己，可以呼吁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出来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在柔佛在野可以说是一个混合选区，华人、马来人、印籍还有其他种族。那么柔佛在野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区，在柔佛在野最严重的问题，很多罪案的发生，所以希望我可以来改善这柔佛在野的治安问题。我在拜票的时候遇到很多选民，他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不管是男女老少。那么我曾经遇过一个妇女，她很热情地抱着我，告诉我：“彩彤，你一定要加油，我们一定会支持你。”当时我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这也是支持我、鼓励我一直向前走的动力。国政执政56年，这一次大选可以说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战。这不只是我们民联跟国政的一战，也是全马来西亚同胞的一战。那么希望各位同胞们可以呼吁身边的朋友，叫你们身边的朋友在这一次大选一定要回来投下你们手中神圣的一票，给我们明年5年的机会，让我们协助我们入主布城，达到这个两县制。我是廖彩彤，我将代表行动党出镇 N42 柔佛在野选区。那么我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真心为大家服务，让我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乌巴，印尼咖喱啦！